享，我的又由我创造红蓝大对抗的一个记者会，很开心可以担任今天的主持人，我是凯琳，也要跟大家说元宵节快乐，跟大家一起共度这一个美好的时光。从一进来，大家应该就有感受到，哇，是这里吗？怎么整个展间好像来到一个那种擂台，有没有全集的一个概念？而且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进来有非常多红色跟蓝色的一个元素。在你们进场的时候，刚刚都一直引导大家赶快将你的名片投到我们有一个这个投票的摸彩箱中，待会我们也会呢有神秘的礼物要来送给大家。但是到底这个擂台待会他们要对决什么东西，又是谁燃起这个擂台的火焰呢？马上我们在整个记者会开始之前就要来邀请到我们纳智捷 Lastune 的总经理蔡文荣蔡总经理来到台上跟大家好好的说分明，掌声欢迎。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上好。好。非常这个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义务由我创造发表会。首先要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支持。义务自从去年九月底上市以来，到目前订单已经接近4500张。掌声在哪里啊？上市前我们将义务送到以亚达技术安全测试的创举，受到这个媒体跟消费者高度的肯定。除了带动义务的销售之外，也带动国内的车厂对于这个安全的重视。那根据这个消费者调查，就是 NCPS 指出，购买义务的车主有98%表示满意，并且愿意推荐。然后呢，在这个我们跟这个消费者接触当中呢，我发现年轻的族群呢，对于这个客制化产品的需求非常的高，所以呢，因为我们纳智捷是自主品牌，所以我们能够很快的来对应市场的需求，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发表。我的义务由我创造的客制车，那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这个他的这个喜爱呢来选择搭配，这里面有包括我们那个很酷炫的这个2Tone的车身，然后呢有红及蓝这个个性的两色内装的配色。还有车身的彩色贴纸，另外还有重低音喇叭，还有旋转高音喇叭，那另外还有电动天窗，那另外这个现在家庭的新宠这个毛小孩，我们在那边也有这个非常多的专属配件，这些组合呢，总共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种，我相信呢。这样子一定能够让消费者能够打造自己非常有专属风格的义务。那今天在这里我们除了这个要凸显义务这个由我创造这样概念之外，那另外我们现场的活动现场也以红蓝两色来作为这个布置的主题。那另外，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我们今天特别规划一个义务红蓝大作战这样的计划，相信等一下会给各位一个惊喜。那最后，非常感谢大家莅临来共襄盛举。在新的一年，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好运旺旺来。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蔡总经理。紧张刺激的整个红蓝大对决就要展开了，如同呢蔡总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们有听到了，现在富有非常
多个性化的想法的一个年轻人，他们想要创造一个专属于他的一个 U 股，所以在今天才会有我们红蓝大对抗的一个活动。那到底该我们两位来宾会担任呢分别的这个我们红色车子跟蓝色车子的一个队长，他们会带来什么样专属于他们不一样的一个特质化的一个，不管是外形内装，要带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对抗跟 PK 呢？我们先来邀请大家看一段影片，先邀请大家在我们正后方以及左右两边的电视墙上面移动一下你们的目光，给大家稍微一点点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欣赏。今天我来参加纳智捷红蓝对决，听说对手是巴比，看我怎么把你打趴在地上！好了，
看在你没有时尚眼光这件事情上。哈、啊，你说中我的心思。我笑了，这句话你赢了。好，马上先请两位的队长呢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好吗？嗨，大家好，我是红队队长哈少远。是，大家好，我是蓝队的队长发育。不管怎样，你虽然他争不到你，可是要气势赢你。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因为男生不应该让女生，让女生，对对对，而且因为我这台车已经帅度已经成这样子了，我已经不需要在口舌上面再多做这个争论了吧？哦，他说他这台很帅，我这台完全帅过你，加时尚，帅过头，帅到分手，帅到你本人还帅。还没开始。你不要跟我撞胸，篮球人在撞胸。你没有受伤就撞，哨子都坏了，你们冷静一下。是有这个来控制我们，对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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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没有听到那哨子就要分开。你知道为什么在篮球场上，只要一听到哨子，就先跟裁判说：“哎、欸，不是这样，不要乱说啊，裁判。”哎，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吃裁判，不可以。他有私心。No, no. 他就是一下跟我要电话，这么好，我给你我电话。我不要，拜托。红色这一台呢，因为我们之前在露营的时候，露营上玩家就环岛的时候，其实呢，大部分时间是我在开车，巴黎在睡觉。好、啊，因为这台车，我必须要说，它真的太稳了、所以在大部分的车程当中，我都以为我睡在床上。没有错，因为我的身材算是比较浮夸一点，所以说呢，它这个车子我一坐进去，跟你讲，除了消防旗老师看不出来之外，大家都看得出来你的身材。我一坐进去，这车子的空间感，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压迫性、完全没有，非常舒服。而且呢，当我需要一些可能加速的时候，它的性能感也完全让我吓到。你坐在里面加速，还让你觉得非常快，完全可以让我展现出我在篮球场上的速度，非常非常快速。哎，这样的好像不是很好，对，但是没关系。重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这台U5呢，它总共有六个车色，是六种车色。然后另外呢，你们可以看到这车侧的这个车贴呢，也有非常多的选择。是，光是今天我们就有三种选择。哦，你看像这个八月这边，我的是科技彩带，科技彩带。你的是我这个就是竞速感的。另外还有一些都会的这个细线，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雕琢，做一个点缀，非常非常漂亮。是，再来呢，我这台红色的内装。哇塞，红色加上黑色的皮椅，完全就是一个赛车跑车，跑车，对不对？可以完全把我这个篮球员的个性在场上的这个速度完完全全的展现出来。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是无懈可击啊！真的，唯一有问题就是你这个人。说好了不讲这种话的，我刚刚想要问说走过来你有没有一点点困难？无懈可击哦。对，开车的人有问题哦。帅气的名字是叫做烈焰特制版，好、哦，烈焰特制版，那个火焰就代表我哇，就爽的那种感觉，哇，很旺，先赢了一位，哇哇，大家还没有听我讲，我这边是因为有看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是我本身呢，我有驾照，也开过车，对，但车的技术很不好。让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一天要开车的时候呢。他先问了我一句：“哎、欸，哈哈，是请问油门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啊？”啊，不是，我是说油门在右边，刹车在中间。对，我说这样对啊，这样对，这样对。那我这样，如果我踩油门，我要刹车的时候，我同时左脚一起踩上去，这样总对了吧？我说，那时候我就没有话说了。接下来他更可怕，他跟我说：“等一下，苏花高速公路让我来开吧。”哇，他为什么不给我开啊？我们当然不想啊，我还有。所以呢，我相信有很多的人都跟我一样，考完驾照之后家里没有车，对，就没有办法一直上路练习。啊，但一旦有了车之后，你需要一台性能很好的车。这台车最让我惊艳的就是那时候我在节目里面，我停车跟倒车入库的时候，用它这个自动导航的系统，等于请了好。
际的时候，他们是好朋友。是，从他这个纸扎人的外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紧急的时候，他会一起来相助。我当时是双手放开的哦，因为他会指导我怎么样，只要踩油门，或是打倒档，或是进档。对，然后只要踩油门到一个点，他就会叫我停。是。那我们其他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就在外面稍微在休息，就在那烧纸钱的，香烛插好。拜托，把你不要那么早把你的朋友叫出来。而且它还有一个很棒，是还有那个 AR 的环境系统，360度的，底盘还有透明的，是你什么都可以看得到。非常帅。好，再来，我要讲它的内装，我内装也是有选蓝色的，好看，对，然后呢，是不是也想，荧幕也可以自己选择，你可以选择像最近很夯的主题毛小孩。上面也可以在你的那个靠枕或是抱枕都选择毛小孩的大头照，很棒，但是呢，其实如果要看那个毛小孩特殊版的话，是我们现场旁边有一套，对，它是用我们已经设定好卖的最好、最受欢迎的红色来做的这个毛小孩特殊版。怎么办？没有，就是刚刚好，因为蓝色也可以弄成毛小孩的特制版。对。我里面还有，等一下，他压倒性一直往把我们整理，我们请回去，不用怕，不用怕他的体型，不要怕。我的里面还有高低音喇叭，因为大家知道我老公是音乐人，是，他非常注重那个音乐听起来的品质，尤其是低音的部分。那我亲自试验过了，这个的高低音都音质非常好，所以你的高低音他都试验。抽就抽出一个格子，前提就是我一定会赢、那我先偷偷的告诉你，在我拍影片的那一天，是，其实我已经听到整个办公室稀稀疏疏在那讲说，红色一定赢啊，拜托我，怎么可能会蓝色？谁？你先叫他们出来。我当时拍蓝色的时候，他们也在稀稀疏疏，他们也是说，哎、我觉得他校园有点危险，好像是蔡总，蔡总是蔡总是看你拍广告，对，个人觉得蔡总呢，他是人在曹营。他说会拿红色的呢，他其实心里面想是蓝色，是蓝色。OK， 所以到底是红色还是蓝色呢？谁会得到最后的胜利？那你们也可以不用拉票了，因为他们刚刚所有媒体朋友进来的时候已经，那你知道吗？都投过完了，都投过了，所以我们现在投过了。对，对，已经都投完了，马上就可以胜负揭晓一下了。没错，今天我们就送一台出来给媒体，现场直接送。对，好好哦，我也要当媒体。早上我弄一个记者证。你什么没有？你要记者证啊？对，好爽。好的，那我们就用掌声鼓励，谢谢。好，那如同刚刚他们所介绍的呢，待会我们在现场呢，媒体朋友们已经有针对在进来的时候，你可能会选红色或者蓝色，我们都会呢抽出一个这个票选最高的人，要来送出我们现在最夯的这一个 Switch 的一个任天堂。那如同刚刚跟大家讲了，其实呢，我们已经。
进来在右手边有看到一台白色的，那跳脱蓝色跟红色，白色搭配我们这个都会时尚的一个车贴，其实也是我蛮喜欢的一个气质哦。综合这么多的一个颜色呢，我们接下来要带一段 TVC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让大家可以大概能够了解 U5 由我创造的一个概念，我们一起来欣赏。让想象力决定车子的魅力，风格由我贴贴，个性由我贴配，毛小孩由我宠爱，底音由我撼动，超过千种搭配由我想象，成为赢家，角色魅力风格对决，我的U5由我创造。掌声鼓励！哇 ，OK， 相信呢这个PC四出以后呢，应该会有非常非常多喜欢U5呢，喜欢 Lux 的这一个消费者会想要马上来到我们的展厅，了解你到底可以怎么搭配，到底怎么可以创造一个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U5。但是这么多的重装配件，是不是还能够维持我们知道U5的高 CP 值的一个优惠？当然，这时候我们的眼神目光就要再邀请到我们 Lux 的总经理蔡文荣蔡总经理来到台上，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分享。好的，马上呢，这个如同我们刚刚介绍的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个配件可以让大家来选择，但选择完以后，是不是还可以 CP 值很高？刚刚我们都已经这个提过哈，是这个全部的组合加起来有1000多种，但是在这个开发过程中间去做的一些是调查。然后呢，我发现年轻族群对于这个红色、蓝色这些组合喜好度特别高，是。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蓝色跟红色跟这边做一个组合，然后做出一个烈焰刻字版，还有这个风暴刻字版。原来是这样。然后呢，在这个组合之下，我们给年轻消费者一个优惠的价格。优惠？到底可以多优惠？让我们来揭晓好不好？好，我们请揭晓。OK， 到底哇哦，坐装配件下，这两个如果到现在的这个价格的话，要45000元，我们再给您一个优惠价格，25000元。掌声鼓励，相当于对折哎。你喜欢吗？我喜欢，因为我是年轻人呐、所以如果是我，一定会直接加，一定要加啦。所有装哇，外面的这个颜色、车贴、内装，或是然后全部都升级，然后再降价，太棒了，我喜欢。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再一次给我们热烈的掌声，即将大卖。也谢谢蔡总经理带来这么震撼的一个优惠价。那我们先请蔡总经理留步，因为刚刚有一直不断的铺陈，有看到我们红队队长潘少勇跟蓝队队长呢，是我们的巴玉。一起在互相的一个拉票，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最后的票选，统计出来的一个数字，那看是谁赢，我们就从那个摸彩箱里面请蔡总帮我们抽一位，然后我们要送他直接在现场就一台 Switch 给他，这样好不好？ OK， 那我们现在再一次邀请我们红队队长马少元，也请蓝队队长巴玉。谢谢我的爸爸，谢谢我的妈妈，谢谢各位投票给我们蓝色风暴版的，谢谢如同我爸爸的蔡总。什么？从今天开始，美女会多一个新的组合，是不是？叫做哈巴巴哈组合。我们是哈巴哥。什么？蔡总，你怎么样？他们搭过去很综艺耶。我觉得他们很有卖点啊。我们是很有默契的。真的，我觉得蔡总非常有远见，因为当初呢，我其实高中是明星球员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要进入绿龙篮球队，但进不去。到现在退休的时候，蔡总把我找着，我觉得蔡总的眼光绝对在，永远不嫌弃，绝对在绿龙的魏永泰教练之上。哇！我相信会讲话，应该就有经纪公司找你两个签约了啊。前后之分的，好吧，好，来这个揭晓，好。
他知道我。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你觉得你会觉得我在他心里面测试到了一丝丝恐惧的气息。好烦。算了，我们把分到我们揭晓好了。好，我们先请我们红队队长揭晓。要不然让他们，我们让到晚上。好，我们红色的烈焰客制版总共得到了67票。哇！掌声鼓励！红色烈焰版的67票。各位，我的蓝色风暴客制版由我创造的，得到了52票。太棒了，算是第二名，很棒。对，头发。可以在那个网路上那个，我绝对来，我必要的时候我会露一点肉。啊，你要露一点什么？我觉得是不要这样。有没有看到蔡总机有点紧张？太搞笑了。好的，那我们现在刚刚从红色的波彩箱已经在我们现场，我马上就请蔡总来帮我们抽出一份现场媒体朋友们。待会如果这个蔡总有唱名单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上去，我们直接来颁奖。著名得奖实在。眯一下有没有？哇，这个老朋友了。哦。更生日报。更生日报啊！恭喜。顶天兄。李顶天。大哥。恭喜，太恭喜红色的。红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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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红色，穿红色。你是因为穿红色来穿红色的，对不对？恭喜恭喜。好，那稍等一下，我们来颁奖哦。那麦克风好不好？哇，真的，再拿收起来。说有就有哎，扎扎实实的。一起看看稍微有错，他站红色那一边哦，一起合照啦，好不好？在中间一点点哦，请看我们的正前方。恭喜我们的李大哥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Switch 一台，抢先募股，抢先可以得到，恭喜恭喜恭喜！哇，红色的67票，可是也没有关系啊，我可以再补回来，微之差而已。可见大家手心手背都是很难选择。可以，对，是。不过今天这个现场活动那么热烈，有些人都要买，我觉得不应该有一注之差，所以我觉得应该在蓝色里再抽一台，好不好？OK， 那我们先从红色的烈焰版让现场媒体朋友们捕捉一下画面。